我觉得就是成长是一种享受，所以我其实就是很享受就是这个长大的阶段。可是我觉得同时你就是对你自己要开始负很多责任，接下来的这十年是人生中就是最能够吃苦的年纪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年纪应该要把时间投资在自己身上，然后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可能你之前很叛逆，可是你现在应该是那个要领悟说应该要好好珍惜的那个年纪，对你未来有一些想法，然后你想要做什么事工作啊，或者是开始真的进入这个社会。所以就是虽然是一种享受，可是这个享受的同时你要你的责任是越来越多的。